988聚焦东盟。星期五的早上，你好，我是 Stephanie 舒婷。农历新年有打算去哪里旅行走走吗？那如果你是想要当个背包客，或许你可以到越南的河内哦。英国国际旅游保险公司针对31个亚洲城市发布了背包客最便宜的旅行城市报告，结果啊，越南的河内夺下冠军，成为背包客最便宜的去处。评分指标包括了住宿费、交通费、饮食费和文化景点入门券等等的平均价格。越南河内以每天大约18.30美金，也就是相当于74令吉80仙的消费，位居最便宜城市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前10名的排行榜中，越南就占了3个位置。除了河内拿下最便宜的宝座之外，还有排在第3便宜的胡志明市和第6名的古城惠安。那我国吉隆坡背包客消费排名呢，是在第25位的，平均每天需要耗费29.30美元，也就是120令吉。那在31个亚洲城市中啊，排在最尾的是日本东京，成为背包客消费最贵的旅游城市，一天共需要56.47美元，也就是大约231令吉的。那泰国曼谷呢，在整体的排名中是排在第18，不过啊，在饮食消费的栏目上却是最便宜的城市，一天的消费只需要大约19令吉，而吉隆坡呢，则需要消费33令吉在一天的饮食上哦。只是曼谷现在可以说是多灾多难，除了面临干旱的问题，还面临空气污染的问题。那之前呢，在聚焦东盟就有提到，泰国曼谷严重的旱情引发海水倒灌，影响了饮用水的水质变得咸咸的，而目前呢，咸度啊更高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规定的标准。很多人害怕喝咸水会影响健康，纷纷到零售店、超级市场等等买饮用水，结果就引发饮用水短缺，供不应求啊。那其中啊，各品牌的1.5L 的饮用水一扫而空。那根据观察呢，今年的旱灾可能会持续大约4到5个月的，当局已经劝请民众要节约用水。而空气质量方面同样不乐观，污染管制局昨天就发出警告，包含曼谷和临近县府共38处的空气品质已经达到了不安全等级，呼吁民众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。好了，换个心情，过年过节是不是忙着打扫家里呢？有时候啊，还忙到没有时间吃东西，所幸有食物外送平台可以解决吃饭的烦恼，直接把饭菜送到家，非常方便。那你知道吗？原来呀，在泰国有人还会利用美食外送平台将食物的供品送到寺庙呢。泰国僧人伊提亚瓦说，现代人压力大，生活步调快，很多的信徒没有时间亲自到寺庙中向僧侣供食，所以呢，他就呼吁其实啊，可以使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供奉的。他还说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庙宇开始接受 App 外送布施的方式哦。这样的事件其实也发生在一名女网友兰荣的身上，媒体就报道，她因为真的挪不出时间亲自去庙里，只好呢利用美食外送 App 要求外送员将这些供品送到寺庙，而且呢外送员送完餐之后还会代替她双膝下跪，并且还拨通手机联系兰荣，让她透过视频获得僧人的祝福，可说是服务周到啊。那当然，这股新的潮流也不是没有隐忧的，有网友就担心，如果大家都靠外送 App 来取代传统宗教的仪式，那以后啊，去庙宇的人会越来越少，而文化也更难传承了。这样的供奉方式，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呢？欢迎你在988聚焦东盟的视频底下留言哦。我是舒婷，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跟你继续聊。